板啊，它就是稍微掉了一角的金属板。各位，那个发表会刚刚结束，然后我现在进到节目区这边，然后我不知道网络的状况怎么样，就尽量直播。现在在我眼前的，在大家眼前的就是刚刚发表的 iPhone， 然后这一款呢是，我是买的，然后可能后面再从现在开始。大家真係要，因為有啲人想看，如果後水，我先帶大家。
好，因为我还要去拍照、紧张和报道时，那这部分动员看你直播就先到这边，再见，谢谢大家。